下左边。看一下右边。小芬姐姐就是淡出荧光幕蛮久，然后这次重返大荧幕，就以阿蕊这个角色，就再创那个人生的新高峰，入围台北电影奖最佳女主角。可以请你分享一下这个角色有没有让你最喜爱的地方？整个的角色的精神我都很喜欢，那最喜欢的就是他跟那个我的前女婿，然后他要离开我了，离开我们家，跟我们无缘啊的女儿，没有夫妻，然后我送了他那个红包，那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有一种内心的一种触动跟感触，就是心酸，就是说一个长辈通常都会用一个红包来祝福，啊，祝福就是一种惜别，因为他就变成别人的女婿，然后爱屋及乌，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惜别，那一种就是关怀跟祝福。那段是让我感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嗅觉情感。那你今晚会紧张吗？现在？我很紧张啊。那我是一个新人的角度参与，能够入围，我真的就很开心。那很重要就是跟他们一起哦。我觉得这是我最棒的心情啊，因为他们都那么年轻，有一个很好的交流跟学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包厢单米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